回。荣耀至高神，圣洁尊贵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神的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圣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再来再来，稍微慢一点点，对，好，好的好的，稍微慢一点，从头。主降临这地，荣耀的神的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圣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荣耀至高神，配得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诉说你的荣耀，众常传扬你手段。荣耀之君王，配得所有赞美，
凡有气息都要歌颂尊贵荣耀，能力权柄都归荣耀至高真神。圣洁尊贵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圣大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圣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高声配得尊重。 OK， 好的，行，那就 存到永远那边来。啊，对，你宝座存到永远，荣耀至高声配得尊重敬拜，你名超乎之上，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荣耀的君王配得所有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歌颂尊贵荣耀，能力权柄都归荣耀至高真神，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全能三一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地都颂赞，万膝跪拜，万口承认。对，对，作王到永远，荣耀至高神，对的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荣耀的君王配得所有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歌颂尊贵荣耀，能力权柄都归荣耀至高真神。直接你就给一个结束的符号，我们就进我们的神。对，是的，让我尽量慢一点。对，就按照。好的。对，对对对。歌声
声。我们的声。哦。神殿充满荣耀，没有，是先接一句这个，然后再进的。什么？给个休止符，然后我们就。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诸天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座，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诸天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座，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说话名利就离，你吹起旧的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生在生在。你说话命里就离，你吹起旧的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生在生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
歌，然后奉献诗歌。行行，好。但我觉得好像有点串那个歌词，好像有另外一首歌什么。对，有一点。对。啊？奉献是那个66。没事，就让他在这边吧，可以的。是我的主，必不致倦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副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大家主日平安，我们的崇拜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始了，请大家预备好自己的心，也确保手机调到静音的状态，让我们来准备崇拜的开始。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能一起来在周日我们去一同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去给神有个祷告时间。我们低头祷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神，你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我们全地都应当向你欢呼歌颂你名的荣耀。神，你也是那一位赐我们平安意念的神，我们求主你真的去看顾我们每一天的日用饮食，你也真的能够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做了挽回的祭。我们真的以此去感恩，我们也真的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用真实，我们用诚实和心灵去敬拜你，我们也把一切的赞美都献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也求主你保守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来去敬拜我们这一位值得称颂的神。圣洁尊贵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神大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
稣基督圣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荣耀至高神，配得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荣耀的君王，配得所有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歌颂，尊贵荣耀全名都归荣耀至高真神，圣洁尊贵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圣大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圣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至高神，配得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诉说你的荣耀，常常传扬你的手段，荣耀的君王，配得所有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歌颂，尊贵荣耀能力权柄都归荣耀至高真神，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全能三一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颂赞，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至高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作王到永远，荣耀至高神，配得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荣耀的君王，配得所有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歌颂，尊严荣耀能力权柄都归荣耀至高真神，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继续的敬拜。
诸天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诸天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里就里，吹起旧的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里就里，你吹起旧的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阿门。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我们这一位在天的天父。大家请坐。现在到了奉献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还有义务，那么都希望大家可以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还是鼓励大家做电子转账的奉献，如果想做现金奉献的话，我们一会儿会有传奉献带的时间。今天的奉献诗歌是生命圣诗66首，我知谁掌管明天。是明天的道路，每一天
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试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献祷告。但是在奉献之前，我们也特别提一下，我们萧寒还有 Tony 的孩子 Olivia 在8月11号出生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们都一起为他们所感恩。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一起纪念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为了奉献祷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让我们吃了可以得饱足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平安，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有赚取钱财的能力。神啊，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的180多年里面，可以让这些大学生来到我们的大学生团契。
我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抓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你要把它跛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以上是神的话语，今天讲到主题是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神。有请刘传道。啊，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讲以色列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系列。我们来到神的话语前面，我们先来一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都谢谢你，主啊，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引领着我们一直的前行。主啊，在接下来的时间也祈求你的与我们同在，也让无论是听的和讲的都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我们已经是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三讲了，可能这个背景其实都很像，都是在同一件事情，只是神在通过先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他要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又能够从神的拯救当中去看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这样的一个讲道。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对如果对中国历史比较了解的，就会知道赤壁之战是这样的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战役。然后这场战役呢，是三国时期这个孙权和刘备联军跟曹操之间的一次这个很有绝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然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呢就产生了很深远很深远的影响。我说在当时的时候，这个曹操率领着号称83万的大军来进攻东吴，而孙权呢，他能够用的兵力就3-4万，加上刘备的也可能就是5-6万的人的样子。他们双方呢实力非常的悬殊，但大敌当前，
很多东吴的官员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害怕，他们纷纷的劝告劝这个孙权去投降，让他俯首称臣，这样呢他还有可能保住爵位，要不然呢可能连性命都被都没了。孙权本人呢也非常的害怕，他想着我要不要投降就算了，要是等到国破家亡的时候，我可能真的都死无葬身之地了。就在这个难以抉择的时候，鲁肃他对孙权说，你看我们这做臣子的投降就算了，曹操呢还是可以给我们一样的官职，我们只是换一个人效忠，就换一个人打工，但是曹操会怎么处置你呢？这个孙权他心里他就醒悟过来，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处境还有未来的结局后，他反倒不再害怕了，他勇敢地去面对当下的困难，所以他当机立断做出了决定，要去抵御曹操。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呢，他抽出自己的佩剑砍断了桌子那一角，说再有言降曹者有如此案。最后结果我想被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以少胜多，最后也打败了曹操，三国鼎立的局面最后才形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看到了他们是看到了孙权他是怎么样去战胜这样的一个害怕一个恐惧的，然后改变他的想法能够去勇往直前。那其实我们心理学家他说害怕它是在人在面对那些可能的危险未知或者失败产生的一系列的那种缺乏安全感的这种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的行动往往会选择这样回避或者放弃，这是害怕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因为人脑呢它会有一种生理和心理的自我保护的机制，去避免自己受到潜在的这样风险所带来的伤害。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人担心或者是害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完全的避免出现害怕的这种情况，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不需要处理这个由害怕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因为我们从刚才那个例子上其实我也能看到，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人可能会因为担惊受怕因为害怕做出一些不是那么合适的决定，人需要从这个害怕当中走出来，才能让自己或身边的人不去承受这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这就需要我们去找到还有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害怕，需要我们去找到去明白自己害怕的这样的原因，而最终呢去战胜担心和害怕。其实也只有去战胜胜过这个害怕，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坚韧的还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还有挑战。我们需要去战胜害怕。在前面两讲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被灭国了，很多百姓都已经都被掳走到巴比伦，被迫与家人分离，他们受尽了苦待，内心也充满了失落和悲伤。尽管神他通过先知不断的去安慰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神其实很有意愿拯救的，而且神很有能力来拯救，也要将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害怕，他们不敢去面对未来，因为巴比伦还是有着很强大的统治力，他们就算要回家他也要经历这样艰难险阻各种的山岗阻碍才能够回去，这些都是他们难以胜过的。就是因为害怕让以色列人认为回归不过是奢望，认为他们只能在异国他乡悲惨的这样生活着。其实就在这种情况下，神他今天不断地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们从这样害怕的状况当中摆脱出来，我会帮助你拯救你们。不过到底神他是怎么样做的呢？神会怎么样让这些以色列人不再害怕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找到这样的原因，他害怕是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神呢他掌管了明天。其实今天的经文他一下子就刻画了这个天上就像一个法庭在一个庭审的这样的一幕，
他神呢是那个超越万民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法官，他也是一个诉讼的人，他将列国的人民都传唤带到了他的面前，要与他们争辩到底谁是那个掌握全地的神。这个时候巴比伦就开始说了，你看我们的神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因为他让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比，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就像巴比伦人所想的一样的？你的确，那个时候最强的国家莫过于巴比伦，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帝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土已经扩散了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在当时的人看来，所有人其实都相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国与国之间的强弱，其实就是他们所信奉的神与神，他们所信奉的神之间的战争，谁的国家胜利了，谁的国家更强盛，就是神，谁的神更厉害。而这个巴比伦他通过征服亚述啊，还有以色列周边的各种各样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将帝国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这样一个地区的大部分的地区，从地中海直到波斯湾，它形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文化中心，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之一。如果只是按照国家强大的层面来评比的话，他们的神真的是最厉害的，他们的神真的是最厉害的。不过耶和华却预言他将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将巴比伦等列国都交给他，使他来征服全地，来管辖所有的君王。他所到之处，敌对他的人无一不闻风丧胆，他所经过的路无不坦然前行。这个预言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将要战胜巴比伦王国。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可能会轻而易举的会觉得这位东方来的人是谁，是耶稣吗？我们可能就说，哎，列国的王，管辖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不是万王之王吗？我们可能一下子很轻易的就把他当成是耶稣，他要在东方兴起一个人。如果我们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讲，哎，以色列的确是在他们的东方，对吧？真的就可能是耶稣，但是神所辩论的对象是谁？是巴比伦人。从巴比伦的东方兴起一个人，就不可能是从以色列人出来了，只可能是巴比伦的东方。原来耶和华要兴起的对象另有他人，而这个人就是巴比伦东边的波斯王居鲁士，神要兴起他来击败这个巴比伦王国。他不止是要击败这个巴比伦王国，神还预言他要允许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各族人民都可以归回自己的家乡，而这也就包括了犹太人。但是你知道吗？神预言说这个人将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于危难之中。他拣选的标准，他不是看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某个国家比较强盛，某个君王已经大有能力了，他就说这个人将要打败巴比伦人。他不是已经看到了崛起的波斯，他不是已经看到居鲁士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王了。耶和华发出预言的时候，居鲁士都还没有出生，而波斯也不过是巴比伦边上的一个小国，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历史会这样发生。但是神已经提前几十年，在他出生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拣选了居鲁士作为这样的一个秉行公义惩罚恶人的这样一个器皿，要借着他来惩罚巴比伦，来管辖列国。而后来的事情其实也的的确确按照他所预言的发生了，真的有一个叫做居鲁士的波斯人，他征服了巴比伦，并且按照神所预言的释放了犹太人，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耶和华真的就是如自己所宣称的，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耶和华他宣称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存在，他是历史的唯一的源头，他掌控着人过去的历史，他也掌控着未来的发展。而且任何力量
都没有阻拦他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成就。无论是君王的兴衰、邦国的交替、征战的成败，就算是那些未来要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也都在他的手里。从起初到末后，神他始终都和这个历史的进程同在，他的筹算必然立定，而凡他所喜悦的也必都会成就。在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巴比伦人所信的神会要强过耶稣吗？会要强过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吗？神掌管了历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害怕，其实也是来自于对未来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缺乏掌控力，我们对于未来的不可知性。我们人可能会因为害怕国家的政治不稳定而选择移民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可能会怕孩子进不了好的学校，我们选择搬家去到一些新的一些学区，我们可能会害怕神不给他预备另外一半，而在找对象的事情上各种妥协。为了我们不知道的未来，为了我们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人不断的去努力的筹划着。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能够去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去看他，就算马云的这样的一个巨富，他还担心政府什么时候会把他的公司给收走。人对未来充满了恐惧，人不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人才会害怕。就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是一个夏威夷的这个毛伊岛，它因为创纪录的高温发生了野火，再加上飓风这个 Dora 带来的这个狂风，使得这个野火就到处蔓延了。这个火灾造成这个岛，很出名的观光的小镇，它就完全被烧毁了。就我们都可以看到前后的对比，就烧的就基本上整个城镇都全部毁了。就到至今为止，有60多人死亡，有4000多名游客被困。当中有2个加拿大被困的这样游客，他们就接受采访说，我们原本是计划着要去希腊旅行的，但是在那里因为山火的到来，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希腊，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去到了夏威夷。我没想到这里发生了更大的山火，我计划来我计划去我都没有躲过。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也都会像这样去做，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而且当我们面对这些未来的不可知性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习惯了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和能力去筹划。但是我们真正能够掌控得了的又有多少呢？我们又能怎么凭着自己的努力筹划而去避免我们害怕呢？不过神他却提醒我们，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他掌管了未来。其实就像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我们奉献时候唱过的那首诗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我不知明天将要如何，但我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为我信神的主的应许。我今天还要与主同行，因为他知前面的道路。有很多很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的手。神在掌管明天，是神在掌管未来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把对未来的盼望去放到神的身上呢？为什么我们不让这位掌控未来的主去牵着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未来，在这个不确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继续前行呢？既然我们努力没办法避免，没办法控制明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强抓着不放，不让神来掌控呢？其实我们人的害怕可能会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们的害怕也有可能来自于对身份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但神他却拣选人成为属他的子民，让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他们变得不再害怕。
就刚才我们也讲了，神预言要使用波斯王居鲁士来击败巴比伦和列国。这些巴比伦人，他们听到这个居鲁士会无坚不摧的这样的一个攻势，会把他们灭掉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恐惧和战惊，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真的神可以去依靠。他们的做法是不得不聚在一起，他们自我安慰，他们互相打气。他们说没有关系，明天会更好，我们把这段时间挨过去了，我们就没有问题了。他们更是费力的去建造偶像，他们彼此合作去建立偶像，他期望这些人手所做的偶像能够给了他们，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的安全感，让他们没有那么害怕。但是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当做安全感的来源，这难道不是件很可悲的事情吗？他们又能从这些偶像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呢？这些偶像真的是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吗？不会的。比起这些创造天地万物的，比起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外邦的偶像，它不过都要归于虚无，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与那些，害怕耶和华惩罚的这些巴比伦人相比，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子的呢？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不必害怕任何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耶和华亲自所拣选的子民。他们特别的身份还有跟神的特殊关系保证了神会与他们同在，并且神会不断的坚固帮助还有扶持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神跟他们有这样一段关系，保证了神会不断的帮助他们。但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子的？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其实有很错误的一个认知，他们觉得因为自己的悖逆，神已经抛弃他们，不再爱他们。也正是因为这样，神才让他们被掳走了，他们遭受了各种各样惨痛的经历，而拯救和归回更是他们想都不想不敢去想的，因为神已经把他们抛弃了。但是神却不是像他们所以为的那样的，尽管以色列曾经很悖逆，也经历了这样被掳的惩罚，但是他们作为被神拣选的子民身份却不会因此而改变，神对他们的爱以及要继续祝福他们的应许都不会改变。有时候我们孩子很让我们生气，他做了很不好的事情，我们打他一顿，但他还是我们的孩子吗？他一定还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跟他们关系不会因为他们悖逆而被改变。其实在历史上，其实神还用各种各样的神迹，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了迦南的新家，而且将来神也一定能够用大能将他们从巴比伦带回应许之地，因为他们的关系没有变，神还是要拯救他们，还是要祝福他们。即尽管这个过程他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有了这个以色列的救赎主的帮助，其实无论是山峰还是冈岭，凡是阻碍以色列前进的这些障碍都能够毫不费力的被清除掉，而这一切一切的帮助都来自于神对以色列人恩典的拣选，不是他们做的有多么好，不是他们有什么是值得可以夸耀的，他们不过像虫一样微不足道，但是神却拣选了他们，神却保守和帮助他们到底。而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以色列人不必害怕的这样一个关键。神子民的身份是害怕，是不再害怕的一个关键。弟兄姊妹，我们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害怕来自于对身份的错误认知，其实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都会发现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每次我去到慈云老家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搞得没有很清楚，当然那是慈云爸妈那里嘛，是当他是自己的家呀，但我很多时候我却觉得是个客人，对不对？有时候是会束手束脚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跟他们相处。就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他们也这次回去他们也请了亲戚朋友来看我们，当然就要吃饭喝酒了，对吧？因为之前有一次跟这些客人吃饭的时候就一直被灌酒，
然后我喝醉了就非常的难受，所以这次又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就很害怕他们又搞那套，而且我当天也不是很心里，我不是很舒服，我心里就在犯嘀咕，我在哎呀，这亲戚朋友们特别来看我们，这个岳父大人是不是也期望我跟他们去多喝点，让客人都高兴一下，对吧？来一趟不容易，那么多年了，还是可能还是要喝一些会比较好。这我也不好意思说，也不好意思问，只是自己就很纠结，也很怕，真的会又喝大了。但最终的结果却很出乎意料，但岳父他知道了，他主动跟我说，其实他说，哎呀，他也想我去多陪陪这个客人，但我是他们的自己人，我是家里的人，当然是我的需求，我的需要比较重要。尽管他很想我跟他们喝，但是因为这样，他觉得我不用跟他们喝也行。啊，一下子其实就让我能够去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我自己身份，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少了一些很害怕的感觉。其实我在后来在慈云的家里面就跟他们待在一起，跟他们相处的后，其实也就变得更加的自在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而让我们找不准自己的一个定位，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什么合适，也让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害怕和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对吧？就是虽然这不是一个什么褒义的句子，但是放在这里却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基督徒是神亲自拣选的，是有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既有这层关系和身份的存在，我们上面有人，还需要怕什么呢？你会怕神不把最合适的赐给他的子民吗？你们会怕神不知道他子民的需求吗？你们会怕神不会去原谅那些犯错的子民吗？就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位爱我们的父神身上，去依靠他，去面对生活中各样的困难呢？为什么我们反倒像这些外邦人一样病急乱投医，他们离开神去依靠社会下价值所塑造出来的各种偶像呢？而且还聚集在一起，我们彼此的打气，互相支持，还来安慰自己呢？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用怕，因为神就像父亲一样，他用自己的右手，他握着击败敌人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他拿着武器，而他的左手却牵着孩子的右手，他不是站在一边保护他的孩子，而是以自己的身体，而是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孩子的面前，与孩子同在，不允许别人来伤害他。神爱他拣选的子民，所以我们害怕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而是更应该想着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必保守和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后啊，其实还有害怕，还来自于对神作为的不了解，但是爱呢，可以驱除我们的惧怕。其实神他告诉以色列人，他不要害怕，因为他不会离弃这些他所拣选的子民，而是要他们归回以色列。而尽管路途遥远，尽管中间还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沙漠，但是神却将要在高处开江河，在谷州开泉水，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并且他还栽种各种各样的树木，来为他们在树上在路上遮阴，来为他们提供可以食用的这些果子。其实神是供应的神，他每天都会将一切的所需赐给他的子民，让他们不至于缺乏，而这些其实都完全是神爱着他们的表现。不过以色列人的看法是什么？这让他们想起旷野中40年前的悲惨的经历，因为这一切都跟出埃及太像了，他们要再次踏上去迦南的道路，中间有个很大的旷野和沙漠阻碍着他们，他们必须要考虑着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能不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其实想一想过去神拯救以色列人，他招呼摩西呼召摩西带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他们路上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神叫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让他们可以饮用。以色列人没有食物，神就降下玛拿让他们可以在路上饱腹。但以色列人他不仅没有感恩神的供应，他们反倒是想念那些自己吃不到的，那些心心念念的鱼啊、肉啊、黄瓜、西瓜、韭菜，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他们还抱怨着想要回去，回去埃及，就过之前想要过的生活。而最终神也惩罚这些一直抱怨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为自己的贪欲付上代价。原本从埃及去到以色列只需要12天的路程，最后他们走了40年，只等到出埃及的那一整代的年轻人都死了，他们才能够进入迦南。其实以色列人心里面充满了疑惑，他们害怕神要他们再经历一遍旷野中的痛苦，因为到头来他们都没有真正的理解神为什么只供应日用所需的玛拿而不给他们更多。他们不明白自己想要吃点肉和菜能怎么了，有必要惩罚吗？何必那么小心眼呢？神真的爱他们吗？他们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疑惑，他们不理解。但原来神供应他们的日用所需，不是神没有能力一下子给他们很多，而是神深深的知道人一旦有了丰富的物质，他们就转而依靠物质而不会去寻求神了。神要惩罚他们也不是吃肉和吃菜的问题，而是他们不相信神的带领，他们不相信神爱着他们。但是神却期望神的子民天天来亲近他，来依靠他。神期望神的子民去明白谁才是真真正正带领他们爱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理解这样神的作为，所以他们也不能明白也不能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所以当回归的邀请再次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还是害怕，因为他们不想再去面对回去过程当中各样的困难。不过神却让以色列人安心，他告诉他们能够让沙漠变出水，在旷野中有各样的树。而这一切，神做了这一切，他供应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其实都是要世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神所应许的拯救，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神拯救的心意才是神真真正正要做的，是要这些神子民所知道的。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害怕的这样一个心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作为缺乏认识，还有一个信心，不知道神他是有多爱我们，而反倒是怀疑神不是应该好好爱他子民，保护他们，供应他们所需吗？为何神反倒要将他的子民放到困境当中呢？为什么我来到澳洲之后，为什么我信主之后还是生活不如意呢？而这种不理解不明白神的作为，导致了我们情愿自己去掌控生活，也不愿把自己的一生去交托给神。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我们看到神在历史当中作为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却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一次一次用他的所作所为向世人、向我们显明出他对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爱永远都不会改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祝福，都是为了要祝福他的这些子民。就像刚才我最一开始讲的，现今的这个世界，它把害怕当成心理学的一种对外界的危险情境的一种自然反应。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创世之初的伊甸园，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害怕。亚当和夏娃，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吃下了智慧树的果子。他们听见了耶和华在园中来回行走的声音，就藏在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亚当为自己狡辩，
他说躲起来是因为害怕赤身露体被神看见，但实际上躲藏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他不明白神将要怎样处置他，他害怕神对他的惩罚。其实原来害怕的根本原因是人与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破裂。我们理解为这样的一个是心理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再正常，这样才导致了我们对神的不理解，我们导致了人对未来的不确定，导致了我们人对自己身份的错误认知，我们不明白神会怎么样爱我们，也导致了我们对神作为的不理解，我们才会有害怕的这样的关系。如果你跟一个人关系很好，你会害怕他吗？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会爱你，你会害怕他吗？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会把最好的给你，你会害怕物质上的缺乏吗？人的犯罪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导致人跟神的关系破裂，导致了害怕的产生。但是神爱我们，他为了要我们与我们恢复关系，他为了要让我们，为了要根本上解决害怕的关系，神为此神甘愿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罪人流血舍命。他让你让我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借着耶稣与神相合，与神重新恢复这个破碎的关系，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永生的确据，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其实弟兄姊妹们，其实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才能明白到神原来是掌管明天的神。神复活的大能让他就是那个掌管明天的神。其实也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知道神定义要拣选他的子民，神定义要拣选他的，让他的子民借着耶稣与他重新恢复关系。而且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舍命，才让我们真正了解神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作为，他让他的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同时都能够得以满足，他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原来神的爱将一切惧怕都去除了，原来耶稣才是我们不再惧怕的关键，原来耶稣才是我们不再惧怕的关键。其实我们看到耶稣，他在门徒惊慌失措的时候，他要门徒们看清自己，他说你放心，是我，不要怕。脚下的洪水波浪虽然在泛滥，但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他们在门徒们受到逼迫的时候鼓励他们，要他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耶稣一直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是我们害怕的终结者。即耶稣能够在任何的时候帮助我们脱离害怕和担忧的影响，无论是什么事情，耶稣都可以帮助到你。所以就让我们去邀请耶稣进入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难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再害怕，可以坦然面对前面的任何挑战。无论是我们教会将要面临的各种无论是我们教会将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无论是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各样的冲击，无论是经济不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在神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他让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都谢谢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去剖析我们内心害怕的原因时候，主啊，我们真正看到了你，寻找到了你。主啊，原来我们所谓的害怕真的是因着我们跟你所破碎的关系，我们不明白你对我们的爱。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真的赐下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正去明白你耶稣才是那个除去我们最怕的那个那个惧怕的人。主啊，也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原来生活中是可以有依靠，可以有盼望的。主啊，都祈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在每当陷入这种害怕恐惧的这个时间的环境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去仰望耶稣基督的帮助，让我们更多的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主啊，谢谢主，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实在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你，真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谢谢刘传道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用诗歌去回应神的信息。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帮助。阿门。大家请坐。非常感恩我们真的是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请你站起来好吧？我们邀请你站起来。哎，你好，你好，你请问您是？您 ，Lydia 啊，你站在我们当中，你住在附近吗？啊，住在马库尔，哎呀，挺远的也来。好，欢迎你，欢迎你。我们待会儿那边会有一个银杏的桌子，我们可以请你留下来，我们可以认识认识，好不好？好，欢迎你。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后面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都有来过哈，我们也都欢迎你加入我们中央基金会这样一个大家庭哈。我们可以一起敬拜，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彼此的帮助和看顾。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的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是有一个这个征召义工来拆除教会外墙的这样一个标志，其实我们今天就要拆了，我们到下周已经有些晚了。我们从康总那里收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其实是仅今天下午1:30的时候，我们就在拆那个拆这个东西。我看到时候非凡，你要不要招几个男生就把这件事情做一做？
好吧，一点半的时候啊，我们在门口去啊、去集合，好不好？到时候太宇堂他们也会找一些人，我们跟太宇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做，好不好？OK， 好，到时候Vivian会负责。我们下一个是这个有一个国语的，国语的这样一个神学的讲座，其实是在讲有关基督徒是不是可以祭祖，啊，然后其实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回国都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已经信主了，但家里人其实还是会有需要去祭祖啊、去拜拜的这种，他们呢有一种这样的习俗，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但是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可以去通过这样的一个讲座，可不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当天是当天是9月3号，是我们的联合的崇拜，然后也会在这里有些的午饭，可能时间上就要好好的做一下安排，好不好？这是2点到4点是在北雪梨华人宣道会，会在 Carlingfo 那边，所以是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好不好？ Carlingfo 在 Epping 那里，其实是需要有一点的时间。OK， 好，我们下一张，是一个我们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9月3号的这样一个联合崇拜，是我们四堂的联合崇拜。当天呢，其实有这个倪田爱Nan 传道，他当天呢有个暗幕的典礼，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上一周会有大会通过的这个中州这个传道的就职的这样一个典礼，所以我们也会大家一起作为整个教会四堂一起来庆祝。然后当天呢其实还会有特别的节目，就是有我们崇拜以后我们会一起午餐，是免费的，但是我们鼓励大家自奉献，好不好？虽然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免费的参加，但是我们到时候会设奉献箱，然后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免费的自由可以自由奉献，然后多出来的奉献其实我们也会可以去拿来支持宣教士啊，做这些方面的这些用途，好不好？OK， 好。然后我们停车场呢其实会有一些的 live band， 会有些音乐，然后也会有一些充气的城堡，会到时候会有个 jumping castle 让小孩子那边玩。脸部的彩画小孩子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就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festival， 一个节日一样，我们会一起来庆祝，好不好？当天我们大家也都鼓励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敬联会，是敬联会的一个全国的敬礼周，我们来放个 video 吧，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一个怎么什么样的东西。What's National Baptism Week? What's National Baptism Week?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es.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es. It's an opportunity. An opportunity. And a moment. A prompt. And a moment. It's an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It's an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In churches. It's an opportunity. In churches. Youth groups. Baptism Week is a great excuse. Baptism Week is a great excuse about baptism. Talk and to teach about preparation. And to offer leading up to baptisms in baptism. Leading up to baptisms in baptism week.It's a prompt. If it's been too long since you've talked about offering baptism, when baptism week comes around, we'll encourage us to get on the front foot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people to ask. And it's a moment. It's a moment. Even if my church has no baptism candidates ready, it is still a moment to remember our own baptism, to remember our own baptism of faith, and those who invite us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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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th, and many more in the years to come. Joining in baptism week is super simple. There's no need to register. You can just do it your own way. Knowing you are joining in with churches all over Australia. Check out the resources and Let's celebrate together a new life in Christ. And be sure to keep offering it to others. 我们当中我们会应该是会在10月22号那天，我们有一个国语堂和粤语堂的联合崇拜，在当天我们也会进行敬礼。我知道我们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已经接受，已经学习过了这个敬礼班了，但是还没有接受敬礼，所以应该是 Kevin 和 Eric， 你们要想一想这次要不要这个机会就一起来参加敬礼了，好不好？我们还有想要敬礼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来找我，好不好？我们也可以来安排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敬礼班，然后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接受敬礼，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好不好？ OK， 好，我们对，这是在我们10月22号，大家记住那天的敬礼。
OK， 好，我们下一个祷告祷告会，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就是今年我可能我在周二晚上我没有办法来参加，我就在周四晚上在祷告会了。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在自己可以祷告的时间来一起来参与。我们有周二晚上8点，我们周四晚上9点半，对吧？我们其实都有不同的祷告会，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OK， 好，我们8月22号，我们下周的主日崇拜，我们还是在讲以赛亚书，现在已经到42章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讲了一个神的仆人，居鲁士这件事，但是好像下一章又有另外一位仆人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圣经到时候会讲是谁，好不好？我们也请服侍弟兄姊妹都可以准备。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浇灌和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赐福于你》。唱完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默祷和散会。Thank you.